诸位同学，请看经文啊，第二段，慈州之灵十节啊，皆为十段啊。第一段呢是善护啊，这个善护啊是讲世界的名称啊。请看经文。诸佛子，此四天下东啊，此四天下是指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四天下的东啊，自由世界名为善护啊，这个世界的名称叫善护啊。清凉大师在书里面给我们说啊，其善护等皆四周之通称也。这个等呢，等下面十段啊，都是四周的通称啊。善护这个名称好啊，使我们看到这个名称呢，就想到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实在先讲啊，善护故土啊，啊，我们称他做护法神。东方持国天王啊，你看看他名号的含义，持国啊，持是保持，国是国家了啊。那么他教导我们什么呢？当然很多啊，保护国家这个题目太大了啊，内容非常丰富啊。最重要的呢，负责尽职，负责任，尽本分，这两句话最重要啊！每个人在这个世间，无论你在家庭、在社会、在国家，你有一份责任呐，你有你的本分呐。你能把你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到尽善尽美，跟别人呢配合，那你就善护了。啊，如来在这个世界里，他也事先许许多多的名号啊，我们看如来于彼或名金刚，啊，金刚佛、金刚如来，
金刚是从比喻上说的，在佛法里面多半代表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所以《般若经》里面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表智慧如金刚啊！金刚坚固锋利，能断一切，而不为一切所断。比喻般若。般若能解决世出世间一切疑难杂症呢。它永远不坏。佛法教化一切众生，也是以般若为主要的课程。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一生呢，这个讲经说法49年，讲般若22年了，差不多占他一生教学当中的时间一半所以这是世尊教学主要的课程。般若何名自在？自在佛得大自在，这从果上说的。我们看到非常羡慕怎么样才能得自在呢？其实放下就自在了你放不下了，你就不自在放下就得大自在你放多少就得多少自在在这个世界里面众生迷惑颠倒他所得到的，他抓得紧紧的，他不肯放放了之后怎么样？怕失掉了。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呐。世间人所追求的，不外乎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你看看佛在经上教导我们大小乘一切经论这些话佛讲了49年了常常挂在口头上这就叫常时熏修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绝不是说一遍财富从哪里来的财布施来的聪明智慧从哪里来的法布施来的健康长寿从哪里来的无微布施来的你不肯放下不肯施舍哪里来的果报呢佛菩萨不能赐给你福报做不到佛菩萨知道因果知道什么果有什么因
你想求的这个果啊，佛把这个因告诉你，你自己好好的修因，你就得果报了。所以要肯干呐！何名有智慧？我们顾名思义用名号都是为一切众生。这大概一切众生少智慧呀，愚痴很严重啊，佛就用这个名号提醒众生你看佛有智慧，我们没有智慧，要向佛学。何名难胜？胜是胜负之胜，也是殊胜之胜，在这个地方。解释为胜负的胜，容易解释很难有人胜过如来，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佛，跟佛两个相比都要差一截，称他做难胜佛。这是从德能上说的。佛何以有这样的大德呢？这个名字也是从果报上说的。那要懂得修因呢。殊胜之因行呢，感得殊胜的果报。佛菩萨因行里面固然是很多多到没有办法叙说。但是他还是有纲领的最重要的纲领，佛从来没有一个念头为自己，这就是他难胜的真因呐一个人最脆弱的地方是什么呢？自私自利无论他怎么坚强，只要他自私自利，终有一天被人家攻破无私无我那真的就难胜了。这一个总的原则我们要晓得我们应当向佛学习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念念为众生，我活在这个世间不是为自己活的，为一切众生活的，为诸佛菩萨正法久住活的，不为自己
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一个人不为自己，自己没有得失，你说多自在啊？你看世间人，他活得多苦恼，苦恼从哪里来的？自私自利，患得患失，都从这里来的。利害得失是妄想，不是事实啊。如果真有是事实，那还情有可原，妄想。啊，你们看看得，啊，叫得失。这一法，法相中，百法名门，这一法摆在哪里呢？摆在不相应行法，头一个。不相应行法，用现代的话来说，是个抽象的概念，没有事实啊。啊，那在佛法里面讲呢，妄想。24个不相应呢，是妄想。从妄想当中生的这些事情。啊，那时间空间也是妄想。啊，我们现在讲时间空间，不要法理，它不是讲时间空间，它是讲时分、方分。啊，方分就是讲空间，时分就是讲时间，是妄想啊。啊，现代科学证明了，啊，证明这个佛经上讲的不错啊。啊，时间跟空间，在某一种状况之下，都可以变成零。啊，换一句话说，都可以消失。佛法就是讲啊，粉碎虚空啊。这个话不是夸大了啊，是事实真相啊。啊，那么这是难胜的一点意思。我们总要体会到修因其果啊，其如果地也。或名云王啊，王在佛经里面这两个字用的多多啊，佛常用啊。王代表自在啊，一个国家国王，发号施令，别人都要听他的，啊，听他的不自在呀，啊，发号施令的人自在呀，他做主宰呀，他说了算数啊，啊，别人说了不算数的，啊，所以用这个字代表自在。云呢，代表相由体无啊，远看云彩，嗯，有这么一个相，不能说它没有啊，近看呢，它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字佛常用它来设代表宇宙的真相。宇宙万有的真相是什么呢？非有非无。你不能说它有，你也不能说它无。你说它无啊，它有相。你说它有呢，它没有体。佛法的术语讲无自性啊，相怎么现的呢？缘生的，许许多多条件合起来，这个现象生出来了，缘生的。中观论上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大乘经里面常讲，这一切万有，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思维想象的妄心，都不是真有。这有为法吗？你看白话前面94个都叫有为法，94个里面包括81心所，包括11个色法。这11个色法就是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的色相。金刚经上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说的是假的，不是真的。如露亦如电，是说这些幻象存在时间的长短。所以佛常常用云来做比喻。相有性无，似有理无。因此佛教给我们可以受用，可以受用，可以欣赏，不能执着，不能分别，不能有妄想。就像诸佛菩萨一样，诸佛菩萨在这个幻象里面，他得大自在呀，他享受欣赏啊，决定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妄想，所以他得大自在啊。那我们凡夫呢，麻烦在哪里呢？受用里头啊，想占有，没有受用到，也想控制，其妄想分别执着，好哟，这个就麻烦大了，这就受了累赘了。佛常常讲啊，可怜明者，这很可怜。为什么呢？不了解事实真相。迷了，迷了事实真相，被境界转了。觉悟事实真相，能转境界，不会被境界影响成云网。第六个名字，或名无增。这一个德号，这都是如来现的德号名号啊。
对我们现前，实在讲非常重要啊！啊，为什么呢？我们这些凡夫，妄想分别执着不断，啊，时时刻刻有争论呢。世间还有人说，真理愈辩愈明。啊，辩论呢？这个话对不对呢？以前方东美先生给我说，啊，这个话只能对一半，不能全对。我问他为什么？第一义里面没有真。他是一个哲学家了，啊，他讲到这个哲学里面讲的方法论呢，逻辑、辩证法、佛法里头的因缘，都是属于方法论。啊，这个方法论呢是有限的，它不是无限的。啊，方老师那个时候告诉我。中下层次他用得上，啊，高等的佛法呢用不上了，啊，我这才他老人家一说我就明白了，啊，高级的佛法，特别是原教初住菩萨以上，啊，破一贫无名，正一分法身，无增境界才能往上提升。啊，有增是什么呢？有增是没有离开意识，换一句话说，出不了十法界。啊，方先生讲这个界限呢，真的是十法界，十法界里面可以增。可以变，一真法界里头没有了。啊，那个时候心越清净，越明了，越清净，才越能向上提升。诸佛如来在那个境界里头的说法，不是像我们现在用言语啊，真的是无说而说。无说而说怎么说呢？你看看这个经上，佛对化身菩萨现象说，不要说一句话了，啊，现一个相，所有一切疑问全部都答复了。如来现相品，这个经一开端，佛就现象啊！啊，这么多菩萨是在讲，菩萨是带我们问的，啊，他问了没有呢？没有啊，念情，心里头有这个念，没说话。你心里一动念呢，佛就知道了。
佛用现象回答你。啊，你要是聪明立根呢，一看到现象明白了。啊，这个现象是什么呢？现象是感应，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佛是不是有意现象呢？没有意。佛要是有意的话，那佛还有分别。啊，我们说，佛要没有分别的话，佛怎么知道呢？啊，佛怎么知道要现什么相呢？真的不可思议啊。所以日本这些科学家用水结晶呢，确实帮助我们对这个甚深的意趣。体会的更深。啊，我们有念头对这个杯水，水绝对没有念头，啊，分别我们这没有啊。啊，那么水的这个反应呢，它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它有见闻觉知。啊，这个见闻觉知自自然然现象回答我们。就跟这个地方事相啊没有两样。啊，如来众生这个念头啊，向着这个能量这个资讯啊，向着佛，佛就跟水一样自自然然呢就现这个结晶来回答你。啊，根立的人立刻就明了了。中下根性的人看到相，啊，会赞叹，会羡慕，不晓得什么意思。那么要需要有人来给我们解释，啊，我们才能明了。在华严会上，文殊普贤这些大菩萨，啊，都是如来的助教啊。如来不说，他们帮助我们来学习，啊，待佛解答。所以这些人呢，我们现在可以说他是佛陀的助教，啊，是我们的学长，帮助我们的，啊，这些人是过来人，啊，我们今天要学的，要学无增。啊，唯有无增才能化解争论呐，才能够摆平争论。这个世间争论太多了，啊，争论是烦恼啊，心不清净啊，啊，我们用清净心，用平等心来化解争论。从内心当中把这个真洗掉，于自于他了，有大利益了。
下面第七个名号，或名能为主。这个德号相当不容易啊！试问问，六道众生哪一个人能为主呢？能为主，在佛法里面，就是我的定义之一。佛经上讲我，说了很多意思，最重要的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能为主，一个是能自在。我们想想，我们现在的身，我们的心能不能做主，能不能自在？如果说不能为主又不能自在，这我就没有了。我自己要真正能做得了主，你想想看，哪一个人不想年年十八呢？你随着年龄会衰老，你做不了主啊！哪一个人不希望健康长寿呢？那偏偏生病，你做不了主啊！你得不到自在啊。佛得到，佛真的能为主，真得大自在。所以佛法里头有常乐我净，凡夫没有啊，这四个字通通都没有啊。那么什么人有呢？法身菩萨就有了，到如来果地上圆满了，真的有我。六道凡夫是绝对没有啊，那个我是妄想。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执着是真的，那就是绝大的错误。所以佛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众生确实有真我。有真乐常乐我净这个是自性里面本具的德能啊。佛法称四净德自性本具的我们迷失了自性，这个四净德没有了没有了，自以为是有，这是误会呀佛法能让我们觉悟，能让我们觉察这是我们错误的观念。佛能为主何以能为主呢？佛没有身
没有身能现身。随缘自在现身啊，一真法界里面佛现身，为谁呢？为教化身菩萨，他才现身啊。化身菩萨有感呐，佛陀有应呐。如果没有这些化身菩萨，佛就不会现象了。所以一真法界里面现身，还是离不开感应啊。这些化身菩萨他们的果证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前面说过，化身菩萨这个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断，需要佛帮助他。所以佛出世啊，佛示现的，一真法界也是诸佛如来示现的。一真法界里面那一些众生，菩萨是众生呢，还有情众生呢，他们敬业所感，如来示现了，一真法界这么来的。六道里面是众生善恶业力感得的，太粗太粗了啊！这个业力有善业有恶业，尤其善恶混杂啊，所以化身菩萨可以说他们能为主，他们得自在啊，化身证得了化身般若解脱啊，信德里面的少分呐，然后逐渐逐渐提升无明，渐渐断了，三德渐渐长啊！这个三德就是化身般若解脱，而常乐我净呢，就在其中。这个三德里头，般若里面有常乐我净，化身里头有常乐我净，解脱里面也有常乐我净。我们看到这个德号，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我们迷失了自信，那么在这一生当中，真正觉悟的人，唯一的一桩大事，就是恢复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啊，就是自信呐！这没错。问题是能不能得到明心见性？那么说个老实话，在今天
这个世界，包括往后啊，释迦牟尼佛9000年末法的时期，明心见性恐怕再也不可能了。啊，那怎么办呢？世尊教给我们，求生净土。啊，古大德说得好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那个开悟就是明心见性。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明心见性走不到，我们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明心见性不难了啊，那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好老师。智慧神通不可思议，教学的经验非常丰富啊，所以说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再看第八句，或名心欢喜啊，这一句不难懂啊，但是对我们现前来讲比什么都重要啊。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心烦恼啊，啊，这个心烦恼就是凡夫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我们要把这个毛病呢改过来啊，怎样不生烦恼，常生欢喜心，那就对了啊。不但是对于道义你会向上提升，对身心健康有大利益了啊。对人要有爱心，要有欢喜心啊，纵然遇到逆境不顺心的事情，不可以怨天尤人啊，要回过头来反省，找出一切不如意、一切障碍呀，真正的因素。这个因素不在外面，不在别人，在自己呀。找出来之后，改过自新啊，不犯错误，烦心的事情就减少了啊。事实真相通达明白了，道理明白了，这个烦恼能化解，欢喜心爱心常常能够现前。第九句，或名无余等啊，这个等是等同佛，他所证的究竟圆满
除了佛佛道同，那是平等。九法界里面呢，没有有跟佛平等的。等觉菩萨等觉，还是不平等，还是差一等。佛叫妙觉。所以九法界里面没有跟佛平等的，那么我们要想，他为什么能够修到究竟圆满？我们要向他看齐。绝对不可以啊，得少为足，那就错了。这个名号啊，最重要的启示在此地，我们应当勇猛精进。即使成了佛之后，修学精进不能停啊，到圆满，这还要学什么呢？圆满之后啊，要做出学习的样子给九法界众生看，你看看诸佛如来不都是这样的吗？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示现八相成道。梵王经上给我们说，他这一次的示现是第八千次了。就好比唱戏，这一出戏这个人唱了多少次呢？唱了第八千次了。为什么？无非是为了教化众生啊。众生还在迷惑颠倒，还不觉悟啊。不教他不行呐！最后一句“何名断言论”，清凉大师这个里头有注解：“断言论者，正立言故，无能说过故。”这是说明佛证得了究竟，究竟的境界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是这样的境界。这个境界里面决定没有过失，所以注解里面说无能说过啊，真正没有过失啊。换一句话说，等觉菩萨还有过失啊，如来果地上没有过失啊。如是等其数十千的名号之多，不可思议啊，令诸众生个别之见。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